压力传感器的准确度是在实验室的室温下测定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少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测量。这里的工作温度包含环境温度和介质温度，都可能与室温有较大的差别，这会对测量仪表的准确度产生众多影响。威卡把可能出现的偏差限定在所谓的总误差带里，各类仪表的偏差会稍有不同，但都在总误差带范围内。以参考温度为基础，总误差带显示了在测量仪表适用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偏差。因此可以针对每一种工作温度测定可能的偏差。由于不同型号的温度相关偏差不同，每个型号都有单独的总误差带。没有人在参考条件下工作，借助总误差带，威卡向您展示了在您的工作条件下的最低准确度。您还有关于测量准确度的问题吗？威卡的专家乐意为您提供建议。